go.这场开始真的太难了，我是形容我们一个赵云似的，三进两出，这个真的是第一次经历，第一个挑战就是最难的挑战，我们之前真的没想到会这么难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来到公司。生活节奏太慢了，突然一下到这儿，感觉不太适应。大德，有人为大德。他一个在岸边被世俗不理睬的一只鹅，得到的鹅。哇，直接跳了。陆老师克服恐高，怎么站上这么高的梯子，站上了一个1.5米的梯子。那大鹅我就放心了。早上起来，拥抱太好。这辆就是我刚刚买的，还可以吧？我本来就是想2层是餐厅，1层也可以当个小酒吧。现在来到的就是当地的一家海鲜餐馆啊，被一个巨大的海鲜拼盘震惊了。这也太大了，黄面包蟹，很香。发生了什么？吃点生蚝啊！尝一口。口感如何？还行，还行，后悔了？还是不太能吃。我们还有这么多要吃。再来一个。5个小时的奋战，我们已经吃到了这个场子。